概剪了四分之三，剩下一点点，然后再梳梳就可以了。现在要回家，我要继续把剩下的东西剪完。我家附近的社区就是很亮，很多大楼，很多公寓，然后也蛮多吃的，只是我都没有吃过，因为我不常外食。靠近吗？他是要自己靠近？哦，你说拉焦距吗？嗯，可以，像可以拉近吗？录影不行，可是拍照可以。哦，放大。嗯，所以你看得到我在拍。应该不会难吃吧？难吃的话就要哭了。比较新品耶。对啊，试试看。这也不很甜，还可以，就是香香的口感，面包吗？你知道烤虾吗？没有，我都吃炸过，吃炸过，吃炸过烤蛋糕，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你就自己烤一个，然后自己在那里拱那个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我很想要做甜点，但是我家没有烤箱，然后我也不想买。嗯，我很想买烤面包那个烤箱。对啊，日本那个。这边不是有上什么烹饪课吗？我好想去学看看做那个马克。你快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学。你懂吗？听不懂啊，乱做。学的设计是工业设计，你像跟那些动画那些比较不一样，对，感觉很好吃，算我吃一下。好啊，吃，对自己好一点。真的快吐了。好好，你要坐里面好。
就很凉，就吊带裤，然后打一个蝴蝶结，腰就打在腰前面，就血就不重。嗯，要烫要烫。姐妹照相，对。들고가는거야我都唱什么？我随便唱哎、欸。你最近选吟唱中，我唱大叔的歌、哦，你也喜欢吗？嗯，我超爱他，我喜欢내가저지른사람。好近也好快，Go Go！